笑都跟着节奏一起狂欢，掌声加上尖叫声，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，比较有活力，然后比较充满正面能量的音乐这样子，希望可以把就是这快乐的氛围然后分享给大家。活力满满的气氛感染现场每一个人。 XS 饮料在台上市的产品训练会，场外活动好多样，抛砖、折气球，还有帽子抛接秀，连表演者都感受得到安利人的年轻活力氛围，开心、年轻、热情、活力这样子。像创办人他就是一个，就是有一份赤子之心，就是在跟他啊拍照这样。我觉得不管到几岁，我希望都能传递这一份精神。来张大合照，连照相的时候都充满活力。为了符合年轻人口感，调饮师还以 XS 的柠檬以及葡萄蔓越莓口味分别调配出特调饮料，让大家来尝鲜。我们里面有加一些水果，百香果啦，还有一些饮料可尔必斯，然后还有添加蜂蜜，还有薄荷叶这样子，就是不同的一个调配方式。喝到这个饮料呢，可以感觉到就是身体感觉非常有能量，而且非常young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边的伙伴们也都很热情，感觉好像跟我一样，就是18岁一样，对，非常的年轻有活力，然后精神很好。XS 微微气泡，再加上刚刚好的酸甜口味，不仅大受欢迎，众人还直说有口皆碑。当然也看好 XS 的市场，值得期待。安利新闻廖一芬、廖君潮台北报道。